他们守护着一个女孩，美丽而又善良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欢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 Thank you.
布满岩石的苏格兰高地上，有一位勇敢无畏的红发女孩，她就是威利达公主。只要拥有勇气和信念，我们都是梦想的主人。让我们坚持梦想，随心而飞。携手祝愿梦想成真。